耶稣给自己的门徒讲了一个比喻，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及各种树木，即使你们看见它们已经发芽，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。同样，即使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了，也应知道天主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非等一切事发生了，这一代绝不会过去。天地要过去，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。